六小姐，我是玲玲。那你们，你有看到我眼睛红红的，是因为刚才切葱太辣了，我被熏哭了，现在还有点味道。读一下，你有洗手？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蛋胡萝卜蛋炒饭和紫菜蛋花汤。好，那我们开始。要先把蛋洗一洗。继续喽，饭煮好了，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煮了。蛋炒饭30，蛋炒50，45。谢谢。等肉炒的那个看起来很好吃的时候，再把它盛出来。现在看都已经很好吃了，那只剩下紫菜蛋就好了。妈妈，
好，完成。第二道菜是炒白菜，口水秀。试吃的动作，然后要请爸爸妈妈、妹妹帮我评分，还有小黑子也要评分，满分100，哦，100。好，那这是紫菜蛋花汤，很口力，快很口力，等一下。然后这是炒饭和白菜，好，白菜也你炒的吗？白菜大部分是我的，有点谢谢泡澡。啊，有人家就跑了。这世界就是，对，开始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同学，第三，谢谢妈妈，谢谢姐姐。第三组要开动了，开动呗。我一直想要去第一组的一号座位，没有谢谢我。好吃吗？我可以跟你组啊。不能，我是猫咪组，你是秃头组。我是秃头猫啊。秃头猫组生，就等下一年选组吧。哇，好吃。秃头猫里面最秃的，不是最帅的。姐姐，你把碗靠近一点，它掉下去。妹妹，你下来做可爱。我们学校都是蚂蚁。我平。哪里有蚂蚁？嘴巴。最多分900，最多分900，100。很好吃啊。那贝多芬几百？哦哦哦，很棒很棒。来个800好了。妈妈，你还没打分数。嗯嗯。耶，辣辣，我自己选的哈。899分。只剩一分几分啊？最多900分。总分900分、啊。对，最多900分。我评898分。哦，你不是说99？好啦，九九，只是个小地方而已。蛋糕，我没有吃到肉的话，我就觉得那个很普通。可我吃到肉的话，就觉得很好吃。好安静的。爸爸人，好肥啊！好肥。999.9999999，乘以无限。妈妈，你评几分？好，我评100分。我加800分。100分。没有中，满分900分。那899分了吧？跟我一样哎。哦，多了点999999，长长99，多了99。因为我觉得那个，我要是没有配肉的话，就觉得这样正常。我配。好，那选片截止，你们选6点都选片，下次见，拜。啊，今天我的早饭呢？不用了，还有这个。